宝运，我后悔以前买保险太贵了，现在开始还不起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不用烦恼啦。如果你是买 investment link 的保单，你把保费降低到100块一个月。假设你是买传统保单的话，就要看你买什么类型的保单哦，也一样可以把它减到最低的，所以这个都不是问题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大东方办手续了。诶，人呢？